三类呢，我是介绍赞颂悲悯之文。这种文章呢，是刻在石头上或者是铜器上的，刻在西周铜器，就是这个铭文，就是这类文章的始祖了。而秦始皇的刻石，也是属于这类文章。他们主要是记事。到了汉代呢，就增加了新的内容，或者是记功，或者是名字，或者是字景。而且好像用韵语，整齐有韵，但是不是诗，而是散文。其中著名的名篇很多了，杨雄写过《赵充国颂》啊。这个歌颂和赞扬西汉一个将军呢，这都是四字句的句子啊，这篇文章也是很有名的了啊。还有班固的《封燕然山民》，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了啊。这个是讲的这个。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打到燕然山，燕然山就是现在内蒙古境内，在那里立石头刻了这个铭，以纪念这场这场战争的功勋。那这个铭文就是他随行的班固所作。这篇文章其中提到了这次战争的新胜利上以述高文之书愤，就是把高帝文帝的这个遭受的委屈找不回来了，光祖宗之原理，下以安国后嗣恢复宇境，振大汉之天生只可谓一劳而永逸，战废而永宁也这个讲的都很有气势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序为主，铭文本身很短，只有五句，所以是散为主。这个铭文在后世很有影响，唐宋以后许多军事家、文学家都是以民乐燕然作为离宫边疆的远大理想，也是一个典故。下面就介绍崔元的《座右铭》这个很好的一篇文章。崔元是一个文学世家出身的文人，他从小就好学，而且会写文章。这篇文章是刻他自己座位旁边，就是自己座位旁边呢，一个格言集锦。我们平常讲座右铭是这篇文章题目就是座右铭。它一共二十句，都是五言为五言句，一韵到底这里我特别喜欢它开头这几句吾道人之短，吾说己之长，斯人生无念，受事身无望，就不要讲人家的缺点，不要讲自己的长处。你帮助了别人的话，你不要老记在心上，你受别人的帮助，你千万不要忘记。这几句话讲得非常的好，我们今天也应该是座右铭。
整个文章呢，20句，前8句是讲处世，中间10句是讲立身，最后是一个结语啊，文字精炼啊，便于背诵，我没有全部背啊。其中很多是前人的名句啊，《战国策》里的，《论语》里头的，《老子》里头的，用的都很恰当啊。文章虽然很短，把中国古代许多关于人生修养的重要原则集中在一起，句句都是可以实践的真理。像刚才我念的几句，至今仍然有很好的思想教育意义。碑篆之文到东汉盛行，就是刻碑啊为这个碑的主人立篆的 啊，这是纪念死者的刻在墓碑上的文章。当时一些有钱人家呢，往往是出高价邀请一些名人撰写墓碑，有时候名不副实啊，哈哈，为了讨好使者，就是说一些假话了，这叫做迂目。不过也有一些好的啊，情文并茂的啊。当时写这种文章的名家就是蔡邕啊，东汉末年蔡邕，他是个文学家、词赋家，他自己呀说，我写了很多碑文，我都有很惭愧的感觉，意思就是说说了假话了，只有一篇文章我没有说假，我愧于心，那就是郭有道碑。主要是因为这个墓主郭泰确实是值得赞扬。这郭泰呢，是东汉末年太学生领袖，太学就是咱现在的大学了，太学生领袖就是学生领袖了。不过那时候学生不像我们现在学生20来岁啊，那个学生有时候年纪很大了，30多、40多都有了。郭有道，这个有道，它不是名称，而是科举一个科目，差举不是科举，差举科目。啊，就是秀才啊、孝廉啊这样的意思。秀才当时也有了，孝廉呢也有了，这个后来一直用到现在了。有道的后来不用了。在当时呢，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啊，国泰给他的同学贾彪等等支持比较正直的大臣陈凡啊、李庸啊，他们议论朝政，批评宦官，被保守势力呢称为党人，受到镇压。当时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正因为这样，反而使得郭泰等人在群众中名声更大。当他被驱逐出京，以及后来逝世之后，都吸引了很多人来送葬和送别。这个蔡邕这篇文章啊，不到500字，把郭泰的生平、事迹和巨大的影响全面加以概括，尤其突出他秉性聪颖，胸怀开阔，志趣高尚，政治能干，博学诗书，殷勤教诲后进等等品质。这篇文章的风格雅淡，在整齐匀称的语句当中灌注着疏朗流转之气，其中不少是整齐对称的骈语，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呢，是六朝骈文的先声，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东汉末年了，骈文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篇文章有缺点，就是对于郭泰的政治斗争的表现呢，叙述不够。下面我们讲啊，这个汉代其他散文的一类，就是山水文章。中国古代的山水游记，
先秦时期是没有的，在汉代也很少。《汉书·地理志》那只记山水走向，不是游记，不写山水的形貌。中国山水游记呢，在汉代东汉时期，大家公认的这个第一篇作品啊，是马地伯的《风尘遗迹》。这篇文章很重要，中国游记史上的第一篇，可以这样讲。马地伯究竟是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没有记载。东汉初年，他曾经跟随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啊，到泰山去封禅。封禅是一种仪式哦，隆重的仪式，也祭泰山呢，祭拜泰山之神。他呢，作为先遣队到山上去检查道路，从那一年的正月二十八到二月二十五，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啊，他就每天记录他的活动啊，从哪儿开始到哪儿，沿途呢，这山上啊，就是见闻和感受啊，你这是登山日记，就是这样。原来这篇文章原文已经不全了，日记可能比较长了，一个月嘛，是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人从不同地方集结起来的一些片段，其中有些段落写得好，比如写三世之穷峭陡峻，登山的艰难困苦，劳顿不堪，以及峰顶泰山顶的境界之宏阔远大，非常具体生动。尤其是对登山的心理的描写啊，真切细致，可以说前无古人。以前没有这样写过的。比如他刻画从山下往上面看，这仰望天观如从谷底仰视看峰，从山谷底下看高峰，其为高也，如是浮云，就像天上的云一样；其为峻也，石壁窈窕，就是很深远的，如无道径，好像都没有路，恐怕当时有路也很小了，很窄了。遥望其人，这看山里这人呢？端如杆身，好像在一个杆子顶上在那里活动。有时候看见山上呢一个小的白点石头，好像是冰雪一样的白雪，可是你仔细看一会儿呢，那个白褶那个白点呢慢慢移动啊，过了树梢了啊，慢慢明白那是人在走动。山很高啊，简直上不去哦。他爬累了呢，四步僵卧石上，四步就是伸开手脚了啊，趴在石上休息。有请，过了好一会儿，慢慢的复苏，就是缓过来，让人写这种感觉了。今天我们有时候登山也会有这种感觉的。比如。他写到从天门向上攀登，天门是泰山一个地点的叫天门，再往上攀登，他说两重者扶持，有两个跟着我的人从旁边搀着我，搀着前人相牵，前头一个人拉着，后人见前人履，前人见后人顶，如画丛里人也。
那不是贫道啊，后面这个人呢、啊、只看见前人的鞋子鞋底，那前面人呢只看见后人的脑袋。如画丛的人就好像画两个人丛、一个人站在人身上一样的、丛的人。还有写初上此道，刚刚走上这路上行十余步一休，走十几步就休息一次，就觉得有点疲倦，烟唇焦，口干舌燥。再走呢五六步一休，走五六步就要休息，跌跌俱顿地，马上找个地方坐下来，不必思案，管他潮湿啊还是什么的，就坐下来。前面呢有一个燥地，就是比较干的地方，眼睛看得见，可是两个脚就走不过去了，就是累得不行了，就是，这种感觉非常真实。现在我们有时候登山呢、那路途不好的话，很累的时候，也可能有类似的感觉。到了山顶日冠峰，泰山最高叫日冠峰啊，众目睽睽啊，无比的辽阔。他说啊，晴观者就是向西边看呐、可以望见长安；无观者就是向南边看，可以望见会稽，就是现在的这绍兴呢、往四周看呢，可以望见齐。这都不可能的，就是这种想象啊，泰山望不到长安，望不到会稽的。黄河去泰山200余里，那与此属沾黄河如带，就是祠堂啊，庙宇啊，这个高处看黄河，像一条带子一样。如在山子，就好像在山脚下，这种感觉就是登泰山而求天下了。孔子说的，对不对？这是一种豪迈的感觉啊。这个文章，后人评价很高啊。南宋的洪迈说：“他其叙山势峭险，登至劳累之状，极功，就是最功，最下功夫。”最好，其写秦吴周三关已无成用了。像这个，像秦方面看，像吴方面看，这些没有人这样用过。意思就是说，这种写法呀，是前无古人的。这篇文章讲文学史，特别讲散文史，是一定要讲的。这里我要补充一句，传世作品当中，有一篇诸葛亮的《黄庭词记》，那是写的也是一个游记性质的，说是诸葛亮的作品，经过后人呢这个考证，也是伪作，所以人们都不提他。下面我要介绍一篇中昌统的文章。中昌统呢是这个东汉末年人，现在文学史都是把他汉末了，跟王弗前夫论呢等等一起讲，哲学史他也要讲，也是这样讲。其实呢这个人年龄呢比那个王弗他们要晚，他的经历也不一样。
他死于建安之末，他也是曹操的叶家集团的一部分，一个分子。从小呢不拘小节，敢于直言，被认为是狂生啊，喜欢议论古今，常常发愤叹息。这个曹操手下的一个谋士叫荀彧啊，把他推荐给曹操，担任参军和尚书郎，就成为腋下文人的一员呢、他写了一本书叫《昌言》，原有34篇，现在只有12篇。他揭露时弊非常尖锐，比起王弗、钱夫人呢还要厉害，批判性很强。那是一种文啊，从单纯的文学文来讲呢，大家最欣赏的啊是他一篇短文，叫《乐自论》。可以看成是一篇山水抒情散文。它不是说理论道的议论文啊，这个文章非常好啊，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啊，特别介绍给大家。它不长啊。他是讲他的志向和理想啊。他说：“我希望有良田广泽，背山临围；我希望有很好的田，很好的房子，靠了山，下边是，围就是高了啊，靠高的栖呀啊，高处，沟池环照，房子附近有沟池环绕。”竹木周布，有竹子有树，四周分布，长圃竹前，果园树后，房子前面有长菜园，后面有果树，舟车足以待不舍之劳之难，使令足以系四肢之宜。有小车，有小船，可以出去呢，代步。还有小奴隶啊，这个仆人呢、使令能够跟我做事情，省得我四肢劳累，帮我做事。养亲有坚贞之善，饲养父母亲呢、长辈呢，有坚贞之善，坚贞就是。两样以上的就是多样的意思，多样的菜肴。妻奴勿劳劳苦身之劳，我的妻子啊孩子啊不要自己劳顿，就有人伺候了。良朋萃之，很好的朋友集中起来啊，再称酒肴与鱼子，那么我就摆出酒饭呢、大家高兴一下，家食饥之啊啊，良辰美景吧啊，好日子，天气好时候，再烹高豚以奉之，那么我就宰羊羔杀猪来啊，这个享用啊，踌躇期远，游戏平林。踌躇就是漫步的意思了，在田间漫步啊啊走动，游戏频频，在树林里头做各种游戏，捉清水追凉风，在清水里头洗浴，在凉风里头奔跑追逐，钓有鲤以高明。在河里钓游着的鱼，用箭射啊，高处的鸿不是鸣啊，鸿高鸿。风雨武艺之下，用贵高堂之上。这个、句话是用的是《论语》的典故了，就带着学生在祭祀的地方啊，
思读书，运归高堂之上，用也是运思的运 啊从高堂之上回来啊，这也是《论语》的“余父亦父母也，运而归”啊，《论语》的这话改造了一下。安神归房，思老事之玄之，呼吸金河，求自然之仿佛。闺房，这个后世就是用小姐的闺房，当时不是指的，小姐的闺房，就是深闺，就是很深的房子，很幽静的房子。那男人呢，老人都可以住，不是小姐而住，只是小姐住的闺房啊，在那个深安静的房子里头养神啊，思考什么呢？思考老子的。他的著作里的深奥的思想，呼吸金河，求自然之仿佛。呼吸金河就是现代化，就是练气功，就是老子的观点了。一个人要经常的吸收这个天地中的精气，要学那个自然，自然就是道家的一个理想的人了，要学他。达哲述职，论道讲书。这个达哲呢，不是做官的，就是通道理的人，通明道理的人，明白道理的人。述职就是即位，论道讲书这一块，谈论道术，讲解这个古书。俯仰二仪，错综人无。俯仰二仪，二仪就是阴阳二仪了。俯仰就是抬起头，低下头了。上天为阳，底下地为阴了，天为阳，就是观察天地吧。错综人物，就是对各种人物进行评论呢。错综是这个意思。谈南风之雅操，法清霜之进取。南风就是楚国的乐了。左传里提到南风是楚国的乐，那是一种高雅的乐曲。清霜之金曲也是音乐了。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在这个社会上逍遥一辈子啊，睥睨天地之间啊，我在这个天地之间来观察一切啊，不受当时之责，永保圣命之期，不受当时政府啊、衙门啊各种这个责备啊，或者是担任各种责任。没有什么官差也是意思，永保圣命之期，保持着我的自然的寿命啊，如是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有这样一种心情呢，我就可以我的心态就可以比天上的九霄这个银河还要高，就是这样高尚的心态，清朝出宇宙之外，超乎宇宙之外啊，就是他的心理心情可以达到这样高尚的境界了。其羡慕入帝王之门哉？我怎么会羡慕进入帝王的门去做官呢？这篇文章反映的是一个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不做官，但是家里的生活至少是小康富裕吧，自己不劳动，有奴仆有各种生活必需品，而且有优美的这个环境一个中小地主知识分子一种理想。他的语言呢是自然成对的，流利畅达的，这种描写的情景呢是如诗如画的。这里头洋溢了道家的自然情趣，追求的是老子的理想这篇文章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散文小品在后世呢经常为人所称道。这个在隋初有人学，在南宋也有人学，所以我特别推荐这种。
这个建安文学在历代啊，这十朝代来讲呢，还属于东汉末年，但是由于它已经属于另一个文学化时代，另一个文学时代，所以讲文学史呢，建安文学不放在汉代讲，而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讲。我们今天讲汉代，不讲建安，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